系星梦一同埋星梦二一齐唱嘅一首歌咧，就系、是、想为佢哋打气。星梦二打气，因为佢哋决赛就嚟嚟紧。系啦，十月二号就系佢哋嘅决赛，所以就将我哋星梦一同二加埋一齐去唱呢一首歌。你有问过我哋去比赛嘅时候点样去准备，同埋心理上面有咩要留意？是啊，即是個mic就是臨表演之前就不要玩得那麼瘋，即可能真的要閉上眼去想一下首歌應該怎麼唱。是啊，集中精神。戒口那些有沒有？都有的，都有即是可能比賽前不要吃那麼熱氣的東西，或者不要吃太多甜東西、辣東西唱歌的時候就怕個喉嚨會影響個喉嚨咯。自己是一個師姐，因為我在比賽，我和Chantel在比賽裡面都是算最小的那兩個，所以沒有想過唉這麼快就要做大師姐了。有啊，都有啊，我哋 send message 俾佢，定係 send message。我諗佢依家都喺屋企休息緊，咁都盡量即係我哋成班星夢都喺個 group 度都有同佢傾偈嘅，咁希望佢喺屋企好咁樣休息啦，咁就快啲好翻。有冇復你哋啊？有，梗係有啦。係咪我都好 OK 啊？有冇講嘢情況？他就沒有怎樣說情況，但是他都有多謝我們問候他。最上一次見他是什麼時候？這個禮拜我們沒有見過。是的，我們都沒有見過他。我覺得自己已經見過他，我整了口罩。要小心一點咯，都是。但是你會不會自己是做律師來的？我覺得怕不怕都是看自己怎樣、即做好一些、措施啊、衛生這樣。即是你覺得他做不夠？不是，這樣又不是。我們每早都會做 test 先上學的嘛，還有盡量都會、需要戴口罩的情況之下都要戴口罩咯。那可能那其實這些東西都不知道的嘛，所以是的，都是做好自己，即是戴口罩啊、消毒啊咁样咯。